元吉舞第一集金莲初开，是融合混沌初开法中的静功、动功、按摩功精华于一体，动作简单，形式活泼，不用意念，不管经脉气入运行，只借助元吉音乐中元音贯通和舞蹈知识的导引，而达到调和身心、协调脏腑、疏通经络，产生不求治病而病自愈、不求延年而寿自长的效果。三元的钟声响了，动听的元吉音乐为我们布起了三元场，让我们与天地心心相印，与万物息息相连，与元吉音乐音音相通。现在我们共同习练中国元吉学混沌初开法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特殊舞蹈。它不用意念，动作简单，形式活泼，老少皆宜。在元吉音乐的贯通下，用十二式优美的舞姿做导引，可以调和身心，协调脏腑，疏通经络，开发智慧，产生不求治病而自愈，不求延年而寿长的效果。背式，两脚平行与肩同宽，腰持头正，舌抵上颚，收腹提肛，两手重叠，托于下丹田，步运神光，一手下丹田，随着音乐进入练功态。第一式，灵苗出露，两手合十，放于胸前，脚踩莲花步，起。
莲，脚踩莲花，身体上升，甘露补润。
鸟分开，摩天梳头，微风拂面，雨后清河。手抓鹰